法郊区火车遇山崩，三节车厢翻覆，七人轻伤。法国交通部长白纳 Elizabeth Bourne 表示，豪雨引发山崩，今天导致大巴黎的区郊区火车 Rear 三节车厢翻覆，造成七人轻伤。法新社报道，白纳告诉法国新闻电台 France Info， 郊区火车 B 线 Rear B 在南郊的圣雷米列雪福斯 St. Rémy Les Chèvres 和奥赛 Orsay 之间遭遇山崩。白纳说，山崩导致三节车厢翻覆，所幸仅造成七人轻伤。